么下面就请您欣赏一段单口相声《批生意》啊，由我的师叔原天津市曲艺团的著名相声演员徐德奎先生为大家表演，大家欢迎。人家那是对口相声，我呢一个人说个单口相声。您看这个一个人说跟俩人说不一样，俩人说呀上台以后说话方便，没话找话都能说上话，这儿往这儿，这在这儿，这问您才来呀，啊，哎，我才来。您还在那儿住啊？没搬家，还在那儿住。家里都好啊？哎，为您惦记。哎，我怎么不认得你了？哎，说到这儿观众可能就乐了。你看俩人说这么热闹，来个不认识，人家俩人这么说行，我一个人不行，一个人自己问自己答费劲了。自己问自己，我才来呀。嗯，我才来。我还在那儿住啊？没搬家，还在那儿住。我家里都好啊，累我惦着，都好。哎，我怎么不认得我了？那吃饱了撑的呗，能这么大人自己不认识自己吗？俺单口相声就是自己说，我今儿说这段叫批生意。什么叫生意？过去现在都有，街头巷尾经常出现，什么那个相面的、算卦的、点痦子的、拔牙的、卖膏药的、卖大理丸的，现在出的那个什么那个摆骑士的、拿扑克牌押宝的，那都属于生意，骗人钱财。这生意里头最可恨的就是卖野药，不光骗你钱呢，危及人的生命。你看过去有那个卖膏药的，呵，摆着个刀枪架干什么？为招人，来人多呀，好看。那说话一般的都是沧州一带的口音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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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该说的说，该练的练。这回练什么？即各位老先生练会单刀破花枪，这不瞎走白脸吗？单刀破花枪自己练，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，这为招人。底下要介绍介绍他卖什么的。卖膏药的，哪位说你买什么？买膏药，一命金不换，二命虎骨追风膏。底下要介绍他的膏药治什么病，这话说出来可听着别扭。你们哪一位老先生要让鹰抓着？这头一句就不是人话。鹰抓着，那鹰他不抓人，那鹰抓兔子。哪一位老先生让鹰抓着，狗咬着，正好前面黄鹰，后边细狗，还是歹兔。哪一位老先生让鹰抓着，狗咬着，驴踢着，马踩着，刀砍着，斧剁着，水淌着，火燎着，这人还活得了吗？都介绍完了，他琢磨该卖这个膏药了。他唯恐你呀怕上当，要起起誓说明他不赚钱。这话说出来你听不懂，乍一听是一个意思，实际另一个意思。你看那位老先生说你这膏药赚钱吧，哎，不赚钱，我赚你老先生的钱，让我撇山在外，死是不能还家。呼，一听这事起得够厉害的，赚人家钱就让我撇身在外，死是不能还家。错来不对啊，不是这字眼儿，叫我撇山在外，撇山在外。过去江湖那黑话管拉屎啊叫撇山，叫我撇山在外，拉屎这小子都不拉家里头。
死时不是死时啊，十二个时辰，辰巳午未，巳时不能还家。对了，巳时正外边琢磨人赚钱了，他回家干嘛去？哎，就这么说吗？底下一看，怕你还不相信，骂事好像越来越重，实际他变着弯的，他骂人。说不赚钱嘛，哎，说不赚钱就不赚钱，赚你了像是一分钱，赚我家里的亲爹的钱。家里的谁呀、啊？他媳妇儿啊，家里的亲爹赚他老丈人钱。要不说这玩意儿生意呢，再有最要命的那拔牙的，你看哪位有牙病到医院里头，人家看看，该拔的拔，该治的治，不是这光拔牙。我说这个摆摊的卖野药的就会拔牙，别的不会，光拔，到了这儿就是拔牙。摆个地摊啊，拿个大包袱皮儿，呵，里边堆着这么一大堆，全是牙。那意思呢，他的医术高明，治过多少病人，拔过多少牙，错来瞎掰。那牙不是拔的，那都坟地里捡的，那里边连狗牙都有。最要命就有人在贪小便宜，哎呀，我这上医院花钱太多呀，找三不管，找个地方给拔拔吧，倒霉了。专等你这样的，这位疼得够劲了，哎呦呵，哎呦，我说这大夫，我这牙疼你了。啊，牙疼啊，我看看，这个哈，拔了吧，拔了，不疼了。哎，你看现在你这儿疼吗？啊，拔下来那儿疼，你这儿不疼了。哦，感情这道理啊，拔牙行，拔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拔这牙？5块。我5块，好家伙，拔牙哎，好5块，不行，5块不行，哎，别走，满天要价就得还钱，我要5块，给多少钱？这边还带划价呢。哇，好家伙，5块太慢了，慢吧，借些钱，给2块，哇，2块，2毛钱，什么？要5块，你给2毛。这种人啊，我跟你啊，冲你这2毛，去，拔了。这今儿我开个张，我告诉你，你头一份买卖，我告诉你，拔吧，告诉你，2毛钱拔牙，各位看看，2毛钱啊，你便宜了你2毛，两毛，你看你自己，你拿镜子照着你牙，你的牙多大个儿，才2毛钱，2毛吧，2毛也挣你2毛。好在不费咱忙，这不也就是力气活吗？这拔牙怎么叫力气活呢？坐好了，拔牙啊！打后边破皮箱子里头拿出一把老虎钳子来，这老虎钳子这么大个儿，锈的全红了。张嘴，哎呦，大夫，这干嘛？拔牙，拔牙呀！哎呀！大夫，来点麻药吧。什么麻药？什么麻药？2毛钱还不够麻药钱了。拔拔，愣拔啊！哎，好，拔。钳子伸进去，把那坏牙，嘡，一下就叼住了。叼住这坏牙，走。就这一下，没下来。一连3下，纹丝没动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俩钱还不好挣，我就看着啊，让我费点劲了，我跟你啊，还得卯上我的。走，你说他前面走，后边得跟着。哎呀，大夫，哎呀，跟着后边转悠。走，别跟着你。别跟着，怎么回事？别转了3圈，牙没下来，没办法，没法剩这2毛钱呢，还下肚了。
来，下不来。走，给这位来背口的，啪把这位拽那儿，再看这牙还在那儿长着呢。哎呀，我你这病人可太难了啊，你跟大夫不合作啊你啊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老跟着我干嘛？你我这儿跟往这儿拔牙，我这儿使劲，你往那么使劲，我这么使劲，你那么使劲，这牙不就下来了吗？那是拔牙吗？那是拔河。这受不了，我就哎呦，我就赶快往这儿躺，现在连半脑都木了。不行了，你给来麻药吧。来麻药啊？行，来麻药添钱呢。添也行，添多少钱？添多少钱呢？再添4.8。哎呀，还5块钱呢，还得引您说来吧。你来麻药吧。好，等着。哎，你这这么说不就成了吗？他掏出这么一根啊，老弦来。这弹三弦呢，最憨的那根弦，纯丝的，那么结实。拴活筋儿，把这牙套上了。这个手呢，他拿着这头，他一看来的人不少，正好做宣传。各位啊，各位看看啊，都说三不管拔牙不行，您看看我，哎，您看我这牙怎么给他拔下来的？这敢说是手到病除，妙手回春。他揪着这头绳子来回乱溜达，这后边得跟着。哎呀哎呀，我说别紧溜了，别紧溜了，哎呀，我老实行吗？你哪这么些话？来，过来。他把他领到那桌子犄角那儿，桌子犄角那儿有这么大个钉好的一大钉子，把绳这头呢拴到这儿了。等一会儿啊，一会儿上麻药。这位罪过大了。这老弦子一尺多点长，要蹲你算蹲不下去了，掌身你站不起来，骑马蹲裆式。大夫快点啊，大夫，我坚持不了多会儿啊，快点啊。行，麻药来了。啊，兜里啊掏出一个小瓶来，黑色的粉末，麻药没有麻药，泡药，过年小孩放炮呢，二踢小麻雷子，那撅开以后把药面倒出来了，愣告那叫麻药。行了，来啊，看着啊。他把这药啊点到这钉子附近这儿，点完了以后，等一会儿啊，拿过一根啊点着了的鞭杆子香来，他递给这位了，拿着。看着，告你啊，告你往这点，你就往这点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听见了。哎，行了啊，哎，行，走，点。这傻小子真听话，拿起香火头照这炮药上，呲就下去了。你这炮药沾火，它能够着吗？呲就一下，这位砰一下子蹦起20多高来。哎呀，这犊子，你怎么样？你再看这个大夫，理都不理他，冲大伙儿宣传了。各位看怎么样？咱这牙是怎么拔下来的？哎，咱这手艺到底怎么样？这正说着，这位过来了，啪，抡圆了给大夫一嘴巴：“你干嘛呢？话误先，你让我放炮玩，这玩意儿受了吗？这个，嗨，你甭问那个，你看下来没下来？这东西马上就下来，哎呀，怨我了，牙没下来，钉子下来了。”